了，谁就是教科书保平。是第五人格大部分都是几千，有这个可能的。哎，但是话说回来，大部分都是五千到一万，是一样的。对对对，那就是说我打你杨某人针对，那相对来说，那你换到东神上的时候也是被针对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肯定还是对于德武来说啊，他们应该是更信任东玄的一个实力，确实，对吧？他就想着我的求生者方上去来一手保平增设，让东玄在军工厂打出优势，这样是最好的。没错，刚说套公式，发现没有？这个三宝一阵容是不是梦回当年？对，这就是军工厂真正意义上三宝一套公式的一个阵容，打你杨某人梦之牛，搬掉先。半先知的话，怎么抓极限？怎么抓的？就是之前。就想抓得快喽，带闪现抓得快。那到了我们秋季赛，就是自从邦邦和轮椅出来以后，全都是搬机械的，对，就也很少看到这种套公式的一个女巫打法了。五千的工资都是你的追求了，但是你居然还有十一级的蓝牌皮皮的蓝牌牌，那就说明你拿你吃饭的钱拿来刷礼物啊？不对，很有可能你的对象家里左手兰博基尼，右手法拉利。应该是的，要么家里就是房门门口已经一个圈，中间一个拆字了，应该是的。直接直线去了大门，那有没有看到右边的丧气？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撞到。我操！是什么？因为你是个反跑，所以说你没有机会处理娃娃了。嗯，是的。那这样，而且原生短板博弈来了，肯定是撒开腿。但是这个短板博弈是必定要平地给一刀的，好吧？刘是带了擦刀和追猎。这里有个砸头的机会，哦，直接用寄生消掉了，直接寄生拿。哎，办了先知带狗，对，那你是想杀的？看起来这个距离不太好。办先知带狗，在中场附近倒的话，会导致求生者方的密码机被压住一下。完了，这样娃娃也要没了，娃娃也要没了。哎，用冥想过来扛刀，强帮扛刀，但是他会刷技能啊。对呀，会刷技能没事。佣兵说：“我强行给你扛一刀，让你去转个点，对，不能让你倒中场，你不能倒遗产。”对，那他们这一波就目前来看啊，这样的话就能溜了啊，这样能溜了。哎，翻过去，不到结果，哎呀，这一波就不够细了呀。这杨某人直接放狗，一个慢翻，应该是能翻过去了。是的。但是因为这个狗上戏，这一波就不够细了。是要倒，应该是要倒这个。哎，打掉了，打掉了。其实这里是带了双。啊。是，那这样的话。又进最后一个短板博弈了，这个板子，哎呦！天哪，就这一波牵制，那佣兵这一刀是扛的血赚呀，血赚，而且也很快恢复。不会吧？确实是利用这一刀把整条狗卡掉。我的乖乖！砸到了，再一个砸掉寄生的一个自动跟随。是，这句话还要再读个板，直接下板。那还要倒你寄生身上，太香了。这一把太舒服了，直接是。前锋都亮一台了，我的妈！对对对对对。就密码机进度上来说，佣兵因为找人摸，是找人摸一个状态，导致密码机到现在就两台，接近两台的一个进度。就这个的话，其实就约等于什么呢？约等于就是你直接是正常牵制倒在中场，然后佣兵没扛刀的节奏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想往大门挂，他不是准备倒中场，他是必须，他是想溜起来，是吧？他没有想过自己要倒中场，他只想的是自己溜起来。他这一波，选择直接放狗，要逼救一波。对，花佣兵直接跟护腕弹过来。哎呦，这样逼救了呀！这应该早点打呀，直接打。对，你早点打的话，让机械师修不了更多。大门那是又是娃娃呀。定住佣兵的位置。是，那这边机械师直接是倒大门的角落，然后还能都控一个娃娃。哎，娃娃去大房了好像。佣兵非常的稳，对，赵天直接交换走。这一波看张玉在操作，满球前锋已经在路上了。是的，这波佣兵为了不让机械师交了。两个护腕走，上戏这样拉的话，直接用寄生牵就够了。他看到前锋位置了，那寄生可以直接牵了。原生可以偷前锋一波，他不知道原生在哪儿。这会儿密码机的话，两台修完外面的话，这会儿密码机其实是直接想打一刀吗？但是原生信徒，原生信徒没有拉超脱呀。你看，那你这狗放的有什么意义呢？那这样的话，其实一来一回的话，哇，多了这样一个控娃娃的时间。嗯，本来可以白嫖前锋一刀的，等于白拖了接近二十秒的时间。你看那娃娃信徒一开始其实那娃娃没控多少，现在就为了把前锋逼远一点。娃娃也是，那前锋不救了，前锋不救了，反正机子都够了。是的。那厂房这台应该也没多少，这里张玉坚再交一波球，交啊！这一波闪现说法来了呀，反应非常的快。是的，这一波那守墓人那节奏续上了呀，我的乖乖。
但是密码机进度就不够了呀，牺牲直接消掉机械的红圈，等下直接用前锋的信徒。其实也是提前多收了，哎，但是你这里的话，其实就半个娃娃。前锋得签，得签，而且他能直接续上张玉宁前锋这波节奏。挂中场，挂中场，是的，舒服。这里再派一个，得赶紧挂，不能让机械师再修了。机械师在一直在控娃娃修呢。舒服了，继续压领中场，没错。就中场这个三连直接被卡住了呀，跟大房子才快亮了，现在问题都来了呀，挂回中场你还是被我等于亮了两台，现在有两台快亮，还有一台差一还各自都差将近一半，要吃一刀救才能让张玉剑，他有中间这台修不了了已经，这波救下来张玉剑拉车救下来也没搏命了，还差了半台，对对对，反正谁救谁死好吧，现在就是谁救谁死，应该是打完过来再救一波前锋，不他可以不管前锋啊，等你出土打你，我打你一刀，等你出土。怎么说过半了？别别，直接打出来，逼他救了。是，不用打出来，不用打出来，不用打出来。打出来他就无伤救了，前锋还能溜了，这样的话，不用打你就守住中场这台就够了。对他们技术不够的，只要保证自己节奏续上就行了。但是中场的这一半对于梦之牛来说，这个控场就等于零了。对啊，一半等于零。这最后一台的故事都是这么来的呀？打，赶紧打，赶紧打。是。这里救了家，一打打到了草根的，赶紧拉走。哎呀，机会带走的，半个球是可以操作的。现在的话，就看接下去怎么办，继续追张玉剑，还是拐一下守墓人，把守墓人给换挂？对，先寄生。现在寄生守墓人的话是得管机子了，机子呀，机子，得管机子了，不管了。张姚某人不管了吧？他就想保平打。这一波保平打人类那边压力大呀，因为他有半个球，这一波他哪怕多交点球，只要不再用兵压线好了，完了，记得压好了，记得压好了，记得压好了。交球感觉密码机可以压，对，记得压好了，记得压好了。球全拉到沙包去，那炸电了，你还才想到要守机子啊？因为是狗切的闪现，是的，因为这一闪现你切完，所以说这把要给你打开门战。对，来不及了，是要平了。那这把十有八九平。现在在控原生往前走，是守墓人那边自己一个自驱进度也很高了，感觉是人在开门战的时候直接把进去了，所以说在这边直接。原生有闪，佣兵手里还有个护腕，这个佣兵没有那么快好处理掉，但是前锋闪死佣兵还有机会。但是前锋不知道去多少了，能不能点门让前锋不知道去多少，来进行拉门出门，感觉有机会啊。守墓人这边已经在点门点一半多了，他点的是大门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因为他这边那平局了，是。哎，交位置好像是在中场，在小房，小房好像是。哎，一波拉球，在小木屋，在小木屋，那他这里不好走了。那感觉前锋这波拉球这个转弯应该就是要保队友一个平局了。嗯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前锋没圈，去碰碰运气，应该那难度很大，十有八九平局了。平局没有排地窖啊，那就平局了。应该不会，因为当时佣兵最后一台机压的就是小房。对，那张玉剑能看到的。那张玉剑其实应该尽可能的去往一个小木屋靠啊。对，就如果爆点的话，已经爆过点的话，张玉剑这波拉球就有点浪费了。他所以说当时那个前锋那个拉球，感觉就是为了保个平局了。嗯，那现在进行两个信徒的一个包夹。是。哎呦，追猎好。又卡了，生怕我看不见这四个大字，恐惧症射死。对，对的，对的，就是在军工厂嘛，去进行一个保平的阿法。对，我觉得可以接受，对德武的求生者来说是可以接受的。是的，因为你明显能感觉到这一把杨某人，这把老杨刷了震慑数据好了，连来这一场就两个震慑，我的天，数据刷上来了，可能老杨想拿震慑吧，没错。对。